但是就是讲，若要生活较好些一下，啊，就感觉较无够用啦，啊，啊，人因迄个拢很好过，啊，咱这就，啊，安尼较无很顺遂，啊，啊，即卖，迄个叫做审判长上，审判长来哦，阮就咱真侪朋友拢有去嘛，哈，拢伫遐坐，阮拢入去旁听啦，伊迄个公开庭。头前一庭咧开的时候，大家拢会使入去啊，啊，拢入来咧坐。我提醒入去啊，我讲哦，啊，这审判长对头前迄个咧审判迄个案吼，咧讲话态度，敢若无甲偌客气啊。我讲系啊，啊，上帝该派这个审判长来，朋友稍等下，着我修理啊咧吼。啊，但是等下吼，我阵因为上课较晚去啦，啊，咱只朋友较早入去，啊，我就坐落来了。我提醒第一个印象是讲，我这审判长。就等下可能会找朋友的麻烦。啊，一个开始嘛，朋友心在心理、心盘、心理的时候，伊煞开始咧问、咧讲我的故事啦。我是讲啊，这是啥物人？敢是上帝？真正上帝派啦。啊，伊咧甲我讲哦，我想讲，哎，奇怪，伊敢会拢知影我过去囡仔的代志啊？啊，还佫甲我问讲，啊，你敢要佫会记得？啊，我佮看伊的名哦。原来就是48当前哈，我高中的时的同学啦，啊伊读，伊考到政大法律的，啊我考到成大水利的。48当前，阮两个离开了的，拢唔捌见过面啦，所以伊即卖生做三个，我是还袂认识啦。我是看到伊的名，讲哦是伊哦，啊但是伊安尼问哦，我嘛唔知伊啥意思，我嘛较第一遍哈，知影讲伫法庭内底哈，法官会使讲。其他的话啦，啊，哦，伊拢讲过去，我安怎骑脚踏车去因庄里，安怎坐专车去做营，啊，搁安怎专车去高雄读册，啊，讲遮有诶无诶就对啦，我讲哎奇怪，啊，其他人开拢袂抗议啦，啊，原来伊就是法庭内底上大诶啦，所以其他人拢袂使抗议，啊，哎，就搁甲朋友小我安尼开就对啦，讲啊，你真少年。啊，无爱去读一个专业，像蔡教授安尼、甲陈律师安尼，是嘛去升一个专业，啊，啊，到时做运动了，嘛会使有一个生活，啊，伊就安尼等于甲朋友靠近就对了，啊，我是咧想讲，大海啊，伊到底是要甲判有罪还是判无罪啦？啊，我相信哦，伊有两个意思啦，意思就是伊嘛甲我讲咧，伊讲我即摆伫遮是咧。过退休金啦，啊，啊，所以就是讲哦，我就想讲伊讲话两个意思是讲，啊，这伫法院内底哦，政治无咧考虑啦，就是考虑法律啦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啥咧？意思敢若是咧甲我讲哦，甲我讲，我若判朋友有罪吼，你就毋通怪我咧，因为这是法律啊，我嘛无法度的啊。啊，我嘛有甲讲讲哦，你若有法度，等我推翻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时候，就有法度啦，啊！伊就讲伊要驾钱，啊，我就安尼甲，诶、欸，啊，我嘛，即摆有那真大胆咧，伫法院内底，我嘛甲讲要推翻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啊！啊，这胆是练出来啦，啊嘛是上帝保庇的啦，啊，上帝保庇的。啊，另外一个意思吼。伊敢若安尼讲，拢在讲我过去甲伊高三迄冬吼，安那甲伊做伙做同学的迄个生活，啊，敢若意思咧，甲遐其他的法官、甲检察官讲吼，敢若在甲伊讲讲，我连讲若判名誉无罪吼，啊，你嘛袂使怪我，因为阮有足好的感情啊，啊，敢毋是安尼哈？爱疼惜这个少年家啊，敢毋是安尼？啊，但是我嘛毋知影当时要。就是讲5月13要判，我嘛唔知影效果啦。啊，即咱应该会使替咱朋友来祈祷吼，啊，望上帝通疼痛。啊，即真无简单啦，即机缘真奇怪吼，啊，着有即个故事啊，甲大家分享者。啊，即么两像即种的体制吼，之下要生活实在是真困难啦。啊，大家拢真无信心啦吼，大家拢真无信心。啊，所以我是安尼想啦吼，讲咱即阵吼，伫经过上帝疼痛，还有这个台湾公益运动教会支援，咱就爱按生活上来做起啦，啊，还有一挂
咱普通时啊，去用洗脑去的，较无注意的，常常会讲出来啊，不要讲啦哈。咱就尽量莫去啊，用这个牛虻体质要讲洗脑的一挂用词啦。比如讲，伊拢会讲讲哦，咱中国人啊，咧支持疫苗嘛，拢讲咱中国人啊，足济啊。其实咱唔是中国人，咱就是台湾人啊，咱是台湾民族的台湾人啊。啊，最近哦，以前拢讲中国大陆啦，啊，我阵伫美国转来，拢甲我的同事讲，中国大陆，全世界都五大洲啊，五大洲对哈，啊，到迄个中国大陆，无你到亚洲大陆、美洲大陆、南美洲大陆、欧洲大陆、非洲大陆，都唔捌听过有中国大陆啊。啊，所以我特别伊来咧讲大陆啊，我拢会甲问讲哪一州啦，啊哪一州啊？啊，当然这就是普通人啊咧讲吼，就是拢会去用看伊就对啦。这大陆中国大陆叫咱来讲咧支持民进党啊，民进党真侪民意代表啦，咱只党工嘛拢要咧讲咧，啊当然这么个愈来愈离谱，只艺人拢讲内地啦。啊，即内地就是其实学香港，香港讲中国迄边叫做内地。啊，咱即就是吼、头脑去用设计。啊，当然，伫即个演艺界吼、较侪认同因迄边的人啦，因为因的家长大部分迄边的人较侪。但我相信咱的家庭大部分吼，剩的人，咱做囡仔时无一个家庭鼓励咱去读新闻科啦，去读演艺科啦。啊，唔知讲电视即卖现到现好趁钱吼，人迄个郑弘仪嘛无去读啥物博士啊，啊即卖趁钱嘛趁到下下边，啊是当然谢志伟去德国读啦，啊人嘛是趁钱趁到下下边，啊教土木也是无啥法度趁钱啊，啊咱阁无买基础，啊当然就无法度趁钱啊，啊所以就是讲真济啦吼，啊是讲咱咧写个字吼。大家唔通讲繁体中文啊，咱咧写字就是叫做汉文。即我最近去年有去越南，越南迄嘛是叫做汉文，去韩国迄嘛叫汉文，去日本迄嘛叫做汉文。全世界咱的字叫即叫汉文嘛，所以大家唔通计较讲咱家己即叫做繁体中文。我们不是什么繁体中文啊，是汉文啊。啊，称呼中国迄边的。字叫做简体中文，它不叫简体中文，它就是叫中文。中国人在用的算不是中文，对吧？中国人在用的东西是叫做中文啊，到底什么简简不简、繁不繁的问题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这就是讲咱家己嘛爱想个清楚，啊想讲这个中正纪念堂，这个卖个用啊啦，啊当然嘛，我有朋友甲我问讲，哎，改拢袂当改，啊，我来甲讲哦，哎，都唔是阮咧执政啊，啊。我那阵执政的时都空空啊，较袂要紧啊。等拢头啊，无要处理，等尾啊，较要来处理就袂赴啊。啊，前头我咱牧师咧介绍讲，迄个中华白海豚啊，其实应该叫做台湾白海豚。啊，佮有一种鱼啊吼，嘛爱证明的啦，叫做樱花钩吻鲑。我做台湾到时啊会时啊，那阮有一个会员研究。所谓樱花钩吻鲑，其实就是台湾鲑啦，就是叫做台湾鲑啦。伊个嘛特有种，啊要改名吼，嘛是袂容易，时间拢袂容易。啊，所以就是讲过去，咱老足侪问题拢无处理吼，啊，即以后拢要来处理啦。啊，即个妈祖鱼即个吼，即嘛就是有人在叫你认购啦吼，即环保信托啊的方式，你也在认股。我会记起一个月已经119块啊，偌济啦啊，119嘛哈，119意思是要抢救啦啊，所以那大家经济上会使，小啊认购一下哈，咱就是爱护咱台湾人的力量，咱集中啊对咱台湾特殊的生态爱来保护啦啊，爱来保护，啊也有限制，你袂使超过足济啊。我会讲这個意思是讲。我准伫环保署的时候，因在抢救只台湾白海豚的只有来找我，希望我会使去给帮忙啦。免怎帮忙呢？其实哦，伊迄个所在就是王永庆区6000的所在啦，伫左水溪的溪口。
啊，我迄阵想讲哦，这应该来叫王永庆出一寡钱啦，因为迄个工业港加的六轻是咱台湾人，互伊会当赚大钱的所在啊。啊影响到咱的台湾白海豚，伊摕一寡钱出来，来这个抢救，这个维护这白海豚，是应理所当然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可惜，执政的时间的一个手就过啊，我主要做了无够大啦。